门可以开了吧？大哥，这么多人看你一个。门后边有个爬行的啊，留颗子弹打打那什么那个油桶。刚才是都掉了吗？啊，是的。那个方向好像进不去了。不是的，你们打的时候不要堵在后面呢，我直接就被感染了。这个挺好，这个可以买道具。我。要变了，我就点了。你也掉了是吗？
No. 就你们两个呢？家呀，冲啊！好，直接啊！
谁带焊枪的？啊？焊枪在我这儿呢，我找你们了。啊？在哪？在。哎呀！是吧？这梯子假啊！啊，对呀，其实那个钢墙后边的人呢？啊，不管他们了，赶紧！等一下，慢点的，我们找不着我。我一个人都快过完了。你那不往前撩，谁找呢？往前走，他焊枪在地下呢，还有枪。吃掉了。死哪儿了？找着穆爷爷死了，我就死在那最开始开门的那个地方，复活点那儿。我过不去啊，这我不能翻过去啊。谁让你跑那么快了？那我没办法了。呀，我忘了，就可以买焊枪。我天，我居然忘了这回事啊！居然跑来一路，我天！是不是感觉自己智障了？中文输入法又没了。哇哦，怎么这跟我一样一块俄语啊？是不是还有瓶药？你自己不行。
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相信我。不还有复活点吗？马上就结束了。好吧。他启动午夜恋啊！你妈！嗯，快了，这个地方还有个复活点。这里有吗？我不记得有啊。我记得好像是有，我也忘了。没有了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冲啊！又流血了，我自己运气。我感觉你挺不到了，救援。又流血了。我操！那口气可以飞来的，哈哈，炸了，围观，配合撞击治疗。哭得假，说玩不玩防守啊？小子，你不要装了，还哭得假呢。要不要换张图啊？
为啥不好使了呢？不要带那个什么，懂的。啊，对，这个升级没有，我忘了。那你刚才怎么换的？刚才我投票换的。怎么投票啊？你还能投吗？不行，好，我有好几分钟才能投一票。你按一下 ESC， 然后点 F1 第四个就可以投票了。又是白老鸡，白老鸡都跑一千遍了。妈的，我不要出去了，我在家里面待着。妈，又这图啊！F1 我 F1 为啥不好使呢？ F1 爆炸，我懂了，等一下我来投一票。这里票 F1 完了没过去。我不用投票，你按一下 ENC 然后点第四个就可以投票了。点不了，为啥呀？你点一下，它出来，退出来就有了。啊，我看着了。然后呢，换哪个图？你看着办吧。那我就随便瞎点了，我又看不懂。F1。哎，这是啥图哟？还是就是这张地图啊？今天不是飞机那张图吗？不是，这是船那个船的那个图，那个。啊，对，是船那张图，现在。我是想的呀。要不玩一下防守的防守图。确定要玩这个图吗？这张图好蛋疼啊。不是大哥了，我就了。你们这些嘎嚓一顿捡东西，是不是不想让别人活呀？我他妈就这么抢，我都没抢着。
钥匙在我这儿。咬我一口就干了。要不要枪啊？我给你枪，要不要？就别武器嘛，这斧太沉了。等一下，我操！什么情况？干走吧！手电啊。